图好漂亮。嗯，这是那个光线那边的。这个是叫泥板吗？对。我记得我们好像是雕刻过这么一个材料，就是你记不记得有一年在老工厂，就是拍了一个那个，Russia 那个俄罗斯那个奖杯，也是这种材料，不过那个是蓝色的。哦，可以，对，小那个小，它是做名牌的，对，那种小。这两个应该是一种材料吧？对，一样的。我一看这个材料，又很似曾相识，那个雕刻出来也很好看。对。雕这种其实挺简单的。这种是镀上一层黑色的这种鱼板。嗯，不是真正的鱼板。那种高反的，那种反光就不能弄了。对，这东西就是只是把表面的这种漆给雕掉的。漂亮，再看一下测试。